cái gì?这天晚上，爸爸就告诉，这天晚上，爸爸就告诉我，阿文，如果你把小毯子，放在枕头下面的话，明天早上的话，就会出现一个。小礼物。阿文眼睛大大的看着你跟爸比，他到了早上，不是，阿文又把他的小毯子塞到口袋了，所以他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，早上。上了，阿文起床走到楼下，把小毯子拿出来。妈妈、爸爸瞪瞪的眼睛，大大的眼睛看着阿文。他的衣服的里面塞了阿文的小毯子。阿文连洗澡也要。当个小勇士也要跟着他，他这样子，他要说什么？他这个在，他说他的小毯子又脏又破又旧。他不要，他的小毯子又脏又破，所以他又把它变成了小飞侠。当个小探视，连吃个饭都脸遮住的。妈妈瞪瞪眼睛，爸爸也瞪瞪眼睛，看着小老鼠。他连剪头发也要带着他，连刷牙齿也要带着他。隔壁的太太一直说他，妈妈受不了。那只太太一直说她的小孩，所以妈妈决定想要帮她
让他把小毯子解下来，阿文把毯子拿去跟沙玩，然后妈妈在背后看着阿文，阿文再想想看了，阿文去到哪就跟着小毯子跟到哪，也洗澡跟他洗澡，也睡觉跟他睡觉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他感觉旁边有一个手，那个手是谁的呀？好像鬼一样。阿文隔壁的阿婆一直说他的小孩跟着那个人看着，可是那两个妈妈，一个妈妈一个爸爸，觉得很奇怪，他们觉得很丢脸了，可是阿文却看着他们，看着妈爸爸妈妈决定了要帮阿文把小毯子剪掉，可是爸爸很生气，妈妈也很生气，小孩哭在眼泪，把眼泪擦在阿文小毯子的毯子上，妈妈哭了，爸爸安慰他，他边擦眼泪说，妈妈眨眼下给他看，他还是哭，妈妈看到了他，爸爸妈妈不对，爸爸阿文跟爸爸一起看到妈妈想的办法，把阿文的毯子剪成像个他想要的手帕，所以妈妈想的好点子，妈妈想到的好点子，小孩哭了起来，就停了哭笑了，所以他看到的不只是他自己梦想看到，妈妈看了很开心，阿文也很开心，他跟去哪就可以把小毯子变成一个热气球，或是带着他擦眼泪，带着他蹭鼻涕，带着他擦嘴巴，什么都可以带着他的小毯子。外婆也很开心，外婆也拿着他的他的姐姐也拿着本好书，他也拿着本好书，从此他们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。阿文小毯子由此就变成了小手帕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后面还是一样会跟着他的小毯子。哇，你讲的太好了，换你讲了。